兄弟，你知道你放我走意味着什么吗？城门快关了，赶快出城吧。兄弟保重。后会有期。我和陆谦告知高太尉，王教头弃家在逃，母子不知去向。高太尉大怒，骂道：“贼配军在逃，看那厮能逃到哪里去！”随即压下文书，发往株洲各府，捉拿逃军王进。那时节，我还不曾见过你呢。那高太尉怎么惩罚你的？幸亏陆谦圆滑，他上下打点，尽力讨高太尉的欢心。再后来，高太尉不但没有怪罪，反而陆谦也离开了禁军，去了太尉府，做了虞后。您找谁啊？请问这是史太公家吗？我有事拜访。我去通报一下。啊，好好好。娘啊，咱这就到了陕西了，算是逃了东京的樊笼啊。来，娘。这边。娘啊，进来。